冲下来，准备装刀片。然后装刀片，装刀片的时候要注意把刀片上的灰尘重新擦干净。这个剑对着这个槽装进去，然后螺母给拧上。然后进行给它紧固锁紧，这边给它弄个螺丝刀或者脖子活动扳手给它卸掉。最中心的话先把这个放在上面，试这个刀片给这个挨上，旋转到这个正面，给这个挨上，挨不上的话通过这个桥接先把螺丝松掉。对，先松底座螺丝，然后进行后边的调节推拉，然后试刀片跟中心柱完全吻合。然后对中心柱就是是这个大的这一面对着正面对向刀片，是这个刀座整个想向前推。然后把中心柱拿出来，拿的时候已经要一个手在这，两个手在它的后面拿啊，轻一点旋转一下，慢慢的拿出来，要注意安全。拿出来，这一步就做完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旋转中心，就是这个中心柱以刀片为中心，它进行旋转，切出来材料是没有问题的。两面都是平的，两个面这样转过来，这两个面都是平的，是 OK 的。把底座螺丝锁上。全部给它松掉，然后现在是三个刀片都跟轴的完全吻合，完全吻合。比如哪个没有靠近的地方，然后向前推，或者进的太深的地方，然后往后拉。就是它这个三个刀片统一推选，然后硬切出来一个小的印，拔出来一个小的印，进行组织。轴上面先装好料，切料前先要设一个模式，这是单一模式。单一模式的话就是一个尺寸一个规格，然后切，比如20毫米，我切20刀，然后切出的速度35。一般正常的话是在像切 BOPP 或者美为子之类的话在15，不是15。到切直管的话要慢一点，因为直管比较硬，还要切慢一点。角度的话就是根据你不同的卷径所摆的角度不一样，这个可能就在负2。这是一个单一模式切料，它就是一个模式切到完。从模式一到模式6的话，从重新开始啊，可以设13种不同的尺寸，然后从模式一开始设，比如说我设10毫米，然后切一刀，然后速度10，速度5，然后这个是设一个20毫米。切5刀，这个10，这个5，然后角度，机刀的角度也是根据你的卷径大小来设。机刀修边的话，像正常负100米情况下，
在负三左右，是个负三。所有的切的时候都是负角度，就最后到里边的时候是一个正角，摆一个正角度，然后设好以后大概在负二、负二点三或者负三左右。然后下一个是随便设一个35，我切十刀，然后也是一个速度。也是负二点三，最后一刀就是也是35。假如说是35的话，也你就设35。最后一刀，然后速度。最后一刀摆的是正角度，直接设个正三就行了。然后你要设这个的时候，你要预知你这个材料能切多少刀，比如你材料多宽的，要切多少刀，算好你的刀数，大概刀数就行了。模拟的时候，第一步先把这两个速度，这刀手动速度调到5，调慢一点，然后进行模拟。然后模拟中，然后这刀座往前移，挨着足。然后先刚开始的时候先选择快速，是刀片快接近轴的时候选择慢速，下边是慢速，上边是快速。然后第一步快速先往前进刀，是刀片快接近轴了，然后慢点，不能再快了，再快就把轴就切坏了。然后选择慢速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前进。切的过程中，第一步先要确认你放的水壶先放好，后边。